你听说了吗？宝藏冒险家们又开始悄悄行动了。他们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远古铠甲机器人的躯干，用水洗净身上的铁锈后，竟像被重新唤醒了一样。而只要再找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和传说中的生命之池，就可以彻底让他们恢复生机。哇，这也行？我还听说那生命之池还有镀金特别版，这要是插上了还不得会变形啊。走，买几个回来瞧瞧，没准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宝藏猎人。买回来了两个大的铠甲机器人，还有个小的迷你机器人。没想到这玩意还挺沉的，估计里面肯定藏着不少宝贝。外包装还好画了开拆的步骤，不然就我这英文的水平，玩到半夜也搞不明白。这个就是特别版的生命之石，瞅着金光闪闪的，看看今天咱有没有运气把它抽出来。哎，我天，上来就是黄金的，还给了一个喝水的杯子。说明书上面写着，用它可以洗净机器人身上的铁锈，下面还有可以开启宝箱机关的钥匙。快看，还真的溶解了，我天，这也太神奇了，估计得需要一段时间，先放一边看看宝箱里面能找到什么。哇，这玩意儿还真够紧的，出来吧你，全都是水里泡澡那位的身体组件，看看你泡的咋样了。哎呦我去，这么干净，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不用搓澡还这么多灰。赶紧拿浴巾给你擦干净，穿上衣服吧，裸体出镜可不好，用自带的钥匙就可以解下身上的锁扣。不对呀，怎么感觉少了几件衣服呢？还有一个宝箱没拆，估计剩下的都藏在这里边。哦，果然最后的两片肩甲也找到了。不对，还有东西，上面画着雷电危险的标志，这我更得打开了。生命之石，紫色的，好像不是特别版的。剩下的衣服也穿上。哇，亮了，还真有点从远古时代苏醒的意思。再看看这一盒，真好奇特别版的生命之石会是个啥效果。开盖倒水泡澡一气呵成，我天，这个帅，透明款的大白鲨，可惜又没有抽到我想要的这款机器人。再看看藏在宝箱里的钥匙。好吧，今天欧皇他老人家不在家，听说还有同系列的另外一款巨型机器人必出特别款的钥匙，下次多买他几盒，必须把他给抽出来。你也泡得够久了，出来亮个相吧。这是个土财主啊，这么大的金链子一看就很有钱，土豪更应该注重形象，赶紧把衣服穿上，插上生命之石。确实比那对钳子手要帅气不少，一身藏蓝色透明的皮套，关键是这大金链子太拉风了。哎，他俩是一样的模具，难不成皮套还能混搭一下？果然可以，钳子手装备上涡轮，大白鲨安上肩甲，这么瞅着就顺眼很多了。不好，再来开箱这个迷你版的。哦，角色比大号的还要多，这个应该是夜光款的，同样也有特别版的钥匙，又给了我一次做欧皇的机会。先把你解救出来。我天，这么盯着看感觉更加神奇，黄铜色的小人偶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变成了一块青玉，组件只有两个，原来你是一只异形小蜘蛛啊。哎，不对，头给安反了，最后一发生命之，好吧，这也能重复，安在尾巴上，起活。也还别说，虽然长得都奇形怪状的，但离近看发现还都挺帅的，特别是这只不露脸的小蜘蛛。不要害羞，这里以后就是你们新家了。等等，这只小蜘蛛竟然还身怀绝技，把身体浸泡在冰水里面，青色的外壳直接变成了深蓝色，果然是个宝贝。